講起中環，係人都知道佢係香港嘅核心商業區，亦係香港金融經濟嘅心臟，所以唔少中外機構都以進駐中區為榮。我是寫字樓部李依依，今天就等我帶大家看一個中環的筍盤。京威廣場是中環區的指標商廈，樓高22層，大廈地下至4樓是商鋪，6樓以上就是寫字樓樓層，三部客梯上落十分方便。哇，咁快我哋就上到嚟京威廣場9樓呢一個單位啦。呢個單位咧係由兩個單位打通組成嘅，大概有1700尺。大家可以望到我身後咧有一排弧形嘅窗啦，咁就非常開揚嘅。側邊都仲有一排細窗，而且單位仲係正 lift 位，除咗 office 亦都適合做醫療同埋美容呢類行業。京威廣場位置可謂100分。在正最旺的雲咸街和威靈頓街交界單邊位，走下去就是皇后大道中，大把巴士和小巴路線，走去中環港鐵站都是5分鐘左右。這裡附近一帶還有不少商鋪食肆，找食絕對沒有難度。剛剛在8月份，樓上22樓全層以 1.1 億元成交，可見買家對京威廣場情有獨鍾。事實上，這裡放盤量向來不多，所以今次絕對是投資中環優質商廈的黃金機會。如果大家對今次這個筍盤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是中原寫字樓部李依依。